用表情包翻译热梗，嗯，去啊，用表情包还能翻译热梗啊？对对对，哈哈，可以可以，这些网络热梗啊，浪哥也是略有所闻。那今天呢，就让我带领兄弟们看看这表情包翻译热梗游戏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英雄可以受委屈，啊，但你不能踩我的切尔西。哎呦我的妈！嘿嘿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浪哥这后半段接的对不对呀？啊，对对对，不闹了不闹了啊，咱们看看游戏啊。哦，这么多表情包啊！必须的，牛区居然还有黄金战靴切尔西。那看这意思就是说，每个表情包都有自己的含义呗？没错，浪哥，每个表情包都代表一个含义。现在就是考验你对网络热梗的熟悉度啦。我去。这个开局的热梗不就是蓝色妖姬吗？啊，脚穿切尔西的男人难不住我。来吧，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下一句大家都知道啊，但你不可以踩我的切尔西。但来个手，你也来个手，不的话肯定就是这个红色叉号了。踩踩，就这个白菜的菜吧。我的的表情里有的，最后一个黄金战靴切尔西。居然不对，真的太逊了。好，我再试一遍，这次呢我调整一下表情包阵容。哎呦去，咋还不对呀？不对啊，我说浪哥啊，你这拼啥呢？人家是让你用表情包翻译出给出的这句话的热梗啊，谁让你翻译后边那句话呢？你别笑。哦，这大意了大意了啊，我以为是让我翻译后面那句话呢。啥也别说了，兄弟们给我上电摇。啊，收，天天电摇，你们累不累呀？来来，浪哥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全新表情，弹幕区输入螃蟹，哎，就触发满屏的全屏特效，大家快试试吧。啊，好的，咱们重新翻译，英雄可以受委屈，鹰鹰，哎，这里呢有一只老鹰，熊熊，这头可爱的小狗熊，可可可，哎，会不会是一颗珍珠呢？嘿嘿，还真是啊。咦咦，哎，黑蚂蚁跑不了了，瘦手，就是手呗。最后委屈啊，肯定就是表情包哭啦。但是你不能踩我的切尔西。经典的后半句来了，但你不能踩我的切尔西，轻松拿捏。啊，すごい。来吧，趁热打铁，继续继续。这边居然不是翻译热梗了啊，成了合理合成表情包。What？ 哈哈，这个就更简单了吧？笑加什么表情再加心等于爱慕呢？哎，那还用说，肯定是。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等不到天黑，眼我不会太完美，微笑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喂，浪哥，醒醒醒醒啊！你在这闭着眼红着脸想啥好事呢？没事没事啊，只不过是在想一件美事。好的，咱们接着玩游戏啊，笑脸加啥等于最后一个表情呢？哎，那肯定就是再加一个心啦。亲亲加啥等于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恶心吗？哎呦我的妈，如果是恶心的话，那肯定是加个粑粑就恶心啦。嗨，这个就更简单了，笑加流汗肯定是尴尬啦。nice 丢对啊，这个可是好多人害怕的呀。啊，兄弟们有没有害怕这玩意儿的呀？来，都上赞，让我看看有多少。微笑表情加啥等于裂开呢？我看这剩余的表情包，哎，那肯定是捡到了吧。哦，什么加女人等于一家三口呢？哟，嘿嘿，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。呸，你在想屁吃啊。哎呦我的妈。兄弟们，我伤心了，不玩了，下期再见吧。